现在10:30，我们已经到安平。台南安平。吃牛肉汤，吃牛肉汤，吃牛肉汤。这边有文章，有二牛，有猪。还想吃鱼皮的话，往吃鱼皮可以吃。可以吃。我要来喝猪牛肉汤。大家都喝文章，我们都不想喝文章。我们觉得之间的口味的汤底有水果的清甜，我们常来吃这间。大人味哦。你应该很饿了齁，很饿了齁。